有人说，哎呀，亲爱的青年人们，我好像不是青年哦，来改一讲哦，今嘛青年有人认不一样的定义，总会有人来定义12岁到40岁，可是不一样，现在乐龄生活越来越高，所以今天80岁以下都是青年，你是青年吗？你有80岁吗？没有，好，让你在80岁以下你都是青年，所以当我说青年人们的时候，你要说什么？阿妹，好，练习一次哦，青年人们，阿妹。锅里面，我们都是青年人。这时候，我要邀请你从你的座位站立起来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。我们一起要开口来唱这首歌。因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有你跟着我，我害怕什么？因你战胜死亡，得胜君王，这星星的路我永不回头。我邀请我们的弟兄来唱。
青年人们。阿门，阿门。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你们会住在这里，是被教会的辅导邀请，是你听说了这一个活动，可是你就根本不认识耶稣，就有跟你说啊，还有这个演唱会，有个演唱会我们一起去。你要感谢那个邀请你来的人，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很多新的事。有一个传教士他这么说，他在一个英国晚会的里面拿了一根小小的火柴，应该算是树枝，已经干枯的树枝。他说，青年人们，你知道吗，我就像这根将要枯尽的树枝，但是将我把这个树枝丢在这个火里面的时候，这个火就会很旺盛的烧起来。所以青年人们，一个那么老的传道师，他都可以做那一根小小的木材在那里燃烧，何况是我们的生命呢？相信上帝今天要在我们的当中做新的事。知道当中有很多人，你可能不认识耶稣，因为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担任着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呢？可以不用告诉我，心里面知道。有人觉得那是我爸爸妈妈的上帝，是我爸爸妈妈的耶稣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还是你觉得那是我朋友的上帝，是我朋友的耶稣，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？ No， 今天上帝就在这里，圣灵就在这里，你不是空空在这里的，你不是白白的来的。相信我，今天上帝要你带很多的礼物回去，上帝要透过敬拜团对你说话，透过诗歌对你说话，透过原音传唱对你说话，透过君平牧师对你说话，透过当中每一个人来对你说话。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，我们一起有一个人爱到为我们降生，爱到为我们受死，这就是我们出来的耶稣。我们用这一首歌作为敬拜，作为祷告，来回应他一生爱你。
色。亲爱的青年人们，你有听见耶稣在对你说话吗？圣灵今天就在这里，我们邀请他来到我们的中间，来到我们的里面。我感受到我们当中有很多青年人们，你们有很大的重担，这个重担来自于你的课业，来自于你的家庭，爸爸妈妈对你的期望很大，但是你压力好大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没有关系，你有耶稣，求主给你智慧。当上帝问除了文王说你要什么时候，他说我不要金也不要银，但求你赐给我智慧。所以青年人们跟上帝求智慧，你的重担就会减少。圣经上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必使他得到安息。叩门的我就给他开门，寻求的就会寻见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就要寻见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的里面。待会我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把你心里面的重担交托给耶稣，把你心里面的重担交托给上帝，把你心里面的重担交托给神。今天你要带着重担来，或者是你空空的来，但是今天上帝要让你带着满满的祝福回家。你必须倒空自己，你才有办法载着满满的回去，是吧？哈利路亚。当我邀请你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，下面敬拜团会继续的来唱这个副歌的部分，一生爱你。如果你祷告完的时候，我们邀请你跟他们一起唱。我们开始来祷告，去立在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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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
我想那不仅仅是他们对于信仰的态度，更是他们的基础。我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林英传唱，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应许。接下来，我们欢迎林英传唱的歌手，一起掌声欢迎。